洗吧，这照片，哦，修太大了吧？哦，这鼻子一定有做过。这张装什么可爱啊？哦，照片里的人根本就不是他。对嘛，今天一定要把他修图完，你通通删除掉。嗯。哎，他不就在那里吗？成居然还不出来，好多年的事噶。嘿呀，怕他被毒打一顿了啦。真的？对啊。聊得很开心啊。何止聊得开心啊！你讲我快笑死了。那个王素海啊，他。我才不缺那点臭钱。谢谢姐姐。哎呦，大小姐。开了，不要来烦我。我可等着你替我挠痒痒呢！别碰我啦！哇！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不要再烦我了。王帅，行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上次是来骚扰我的。我一定相信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相信我。就不要再打架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可至今慧神诉说与我佛，佛会原谅你的。真的吗，师太？嗨。紧张。紧张。紧张紧张。紧张紧张。紧张紧张紧张。放开了，要是说几次啊，腿妹。中邪了吧他？嗯，有可能哦。哎，行哥，我跟你说，上次他